是要我们自己滑下去吗？对对，自己滑下去，没有那些滑具。如果屁股上长了个痘呢？我知道了。趴着呢，竟然就是趴着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都玩不了。死的那个都高。你可以直接去吗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他们不想玩，我就自己玩。因为都想体验一下。趋势很高，但是你右边、左边都有那个墙，因为有东西搭着，所以看不到下面的空。我怕高，但是我看不到是有多高，所以不太害怕。一上去就是好多水都挡住我的眼睛，然后我什么都看不见，然后一下去就结束，跟那个魔鬼不一样。